什么？居然有第四个 DLC？这故意的吧？这个，等下这是里昂吗？不是里昂，这是谁？这个是谁啊？这个是谁啊？新剧情欸。艾达出现杀了他哦，我刚没看到他被杀掉欸。哇，那个被遗忘的士兵也他妈太倒霉了吧！瑞克，英斯路的瑞克啊，是不是？欸，是瑞奇还是瑞克？他5颗星的难度欸，我的天哪、啊！玩看看就知道了。加油站被咬死的那个路啊，我想起来了。啊，对对对，第一个死的那个嘛，丹尼尔嘛，他们差点被吃掉。最近新闻浮上心头，食人魔在逃，恐慌降临，嫌犯仍未落网。他把手移开方向盘，上头沾满了汗水。啊，平行世界这边他逃过，没有被咬死，可以，有没有？外传，外传，这里他没事，他居然开枪躲过了危机。好，这时候里昂跟克雷尔放假没有来。哦，好爽，好爽！杀100只僵尸，无限子弹，surprise！这么屌？欸，他们怎么会自己爆掉？欸？好了，他们全部卡在那里就好了。你看那边有一只僵尸在干嘛？那个女僵尸在跳什么？跳舞？我们看错啊！你看那女僵尸在跳舞欸。这模式什么时候变成在手超伤了啊？太好笑了吧！手超伤游戏，我知道为什么它会爆掉啊！它爆掉是为了避免太多贴图啊，导致宕机了啊！是哦。啊，我就只有小枪而已哦，来点不一样的啊！哇，这模式好好玩哦，感觉不错哎，杀100只，这个背包留着，背包留着，可以拿来对付下一波僵尸用的，聪不聪明？What the fuck？ 虽然是无限子弹，但也不要这样，好不好？拢来拢来拢来！哇，浪费了浪费了！外带包裹，外带包裹。包裹包裹，寄什么包裹来了？寄散弹枪来了，可以。可是有子弹限制，不是无限的。结束。
我们还有80只要打。你看那女的还在跳舞，有没有？哦，靠底下，哎，啊，跳舞女。我靠，毒僵尸。中毒了！哎呦，来来来，怎么谁？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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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谁啦？多啦，说的又很慢，在说屁说。谢谢你的物资，永远感谢你。干，你怎么说来的？牛！给我你的包，谢谢。哇，居然是闪光弹，尴尬的。Oh my god！直接来个利卡，我觉得应该会来哦，我觉得应该会哦。靠北啊！居然是这家伙 ！Oh my god！ 可以电死他吗？哦，还好，这个电的死，这个电的死。有，结束。想先杀这边的、欸。啊，怎么不推？让我有休息时间的意思吗？好了，有了有了，快点把你包包交来！哇，尴尬了，这可以不要了。哦，吓我一跳！他这样不会把整栋房子烧起来哦，那也太猛了吧！他这样子，别啊！完了，
消失不见。这模式超赞的，对，蛮赞的哦。虽然这个空间很窄啊，不过我觉得还可以。好了，没了，被我花完了，奢侈。啊！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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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了！喵！这不行，要越多只啊！没了没了，要说拜拜了，各位。有包有包，有包有包，我的，穿什么盔甲 ？Nope，No， 中毒了，哎，没中毒，很好。对对，沉住。干嘛？这还可以移除离间啊！我直接丢弃。哎！买一送一。直接爆炸啊！我刚是烧到什么东西啊？我居然撑到70只啊！我超强！哇，太早轰，尴尬了！哇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！警察不好当啊，真的死去啊！击杀73啊！好啦，算了，不玩了，休息了，好不好？